哇，真的下雪了，外面。一早起来，难怪今天外面那么安静，半夜下好大的雨呀、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嘟嘟嘟嘟，大宝贝，下大雪啦！起来看雪吗？看一下，来，窗外来。哎呦，这边，哦，真的越下越大了，朋友们，来，现在是鹅毛大雪了，看不清楚，哎，可以出去玩，我跟你爸还去送货啊，路上好像还没结冰，石俊泽小宝贝，下大雪啦，下大雪啦，起来屙尿啊你，快点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屙尿床了。快点！下大雪了，外面宝宝，啊，等一下你和姐姐去玩雪好不好？啊，刚才还高兴得很呢，下这么大的雪怎么送货啊，朋友们？啊、哦，邻居的婆婆还在洗菜呢，阿妈宝贝啊，对呀、阿妈宝贝嘞，啊，哎呀，弄来哟、哦，热来的，哎，这个等我呢。看一下，朋友们，哦，这个雪花飘下来。去年前年下大雪的时候，是因为没做生意，也不要出街，就在家里，还高兴得很。今年就愁了，行不行啊，宇哥？啊？能不能开车哦？你看这路上那个雪下来的都融化了。这路上还好哦。你这个嗯。要有那个雨刮器才行啊，要换工具了，雨刮器都动不了了。哎呀，不好呗！一定要小心哦。下这么大的雪，邻居家还卖猪肉啊？哎呦，不容易啦！来不呀？就要一百公里路，现在能干没？你担心可能能干了。这个路上，看一下朋友们。哎呦，路上的雪是越来越厚了。看到车有点怕，现在怕打滑。哎呦，去吃个早餐，热气腾腾的，包子豆浆来一点。这是石俊泽的篮球教练，嘿嘿嘿，是我们村的，很厉害的朋友们啊！你看，早早起来还卖早餐，特别棒，很努力的年轻人。来，享受这一份早餐的快乐。看一下环卫工人也很辛苦，朋友们。喂，你管菜的管？哈哈哈哈哈！管菜得多一会。哎呀。谢谢，准备分掉点多。应了，应了，放下啊。放下啊。我一整。雪天了，朋友们，快点采购零食追剧呀！不管怎么样，坚持要开门了。如果是我们在外面摆铃铛的话，今天绝对不出摊了。但是开店的话，一睁开眼睛，还没睁开眼睛呢，那个一天的门面费、水电、人工什么的，都已经最起码要300块钱的成本在那里了，所以必须得开摊。然后宇哥的车子难得送，那就宇哥再看店子了哈。红薯的那个火现在烧起来了，我开电瓶车去把货送了。那姐，你小心点喽，路很滑喽。哦，现在还好，好多雪都红了，看了看吧。它落下来的，融化了。嗯。慢点啊。嗯。哇，这个雪越下越小了，现在。货送到了，朋友们。但是老板说，因为雨雪天气的原因，他们家的亲戚基本上都在乡下。原本预定要240个，就24桌嘛。现在他说只要18桌的货了。我跟宇哥商量一下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就
那多多少少也让他20桌的，因为这个太多了，我这边一天卖不完的话，我也懒得搞，是不是？真的，大家都体谅一下啊。如果因为一开始定了都只要说200个，后面我都又加了一件货又做了，确实辛苦做出来的，没办法。嗯，就我就跟他说，那如果是晚上你还有客人呢，哦，就留一点晚上吃也可以。真的做生意太不容易了，这么雨雪的天气送货过来是吧？没事，嗯，剩下的我们就拿到店里去卖吧。嗯，哎，丫鬟，你堆雪人啦？嗯。哇塞！我就叫十一听他们也来啊。嗯。这也好白。看一下朋友们，邻居的叔叔阿姨，看，抢着下雪的菠菜去卖了。下雪好卖，进来背。嗯，而且这种是被霜打过的菜最甜了，朋友们。大城市真的吃不到这种菜，霜打的白菜真的甜，那种大棚盖住的没这么甜的。来，啾啾，好不好玩？咦，今天又干嘛啦？哎，跟你说，又怕你骂我啊？骂你干嘛？我敢骂你吗？那个他们送办喜酒那里啊，只要了200个鸭腿，还有40个。嗯。他们说下雪天就减了。哎，那天呢、啊、打电话急的，还要我多做一件，如果不做那一件不就刚好吗？是吧？嗯。哎，我算了一下成本，所有的开支都出去了，就赚这40个的钱。这可以拿到我们店子去卖呀、啊。我知道嘛，反正这40个是赚得的，我就随便我怎么造了，我先拿10个来，把它切了炸一下，来就拿给老人家们尝一下嘛。做广告啊？他们经常不是他们经常。看我们视频啊，而且又知道我们现在做卤鸭店，他们说、哦、他们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。他们也喜欢吃，就是不舍得吃。我饿了，下去炸一下。好嘞，炸到表皮有点脆脆就可以了。里面留底油，加入洗过的这个干椒皮，小火煸炒香啊，加点这个十三香粉，里面有孜然粉那些，来来点炒过的这个白芝麻，好了，等一下，这辣椒已经炒香了，我们把这个炸过的这个鸭腿倒进去。加一点这个味椒盐进去，因为我们切的时候中间那里没有盐，我要一点味椒盐，让它提一点盐，搅拌均匀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朋友们，看一下，干香油辣的。哎呦，好滑呀！现在就直接拿去给老人家们尝一尝，他们肯定从来没吃过这样的小零食。嘿嘿，一扭三扭的把这里破了就好了。我真的是佩服娜姐，真的呢，对美食的执着。我的啊，吃肉了，走了走了，哎，满的了，哇，好热闹。
小宝哥，你在杭州烧的？停停停，看，暂停暂停。哈哈哈哈哈！二点辣，不够辣。我要让你们做最幸福的老人，这一般。哇，你看，大家看，好多腊肉。忙掉去了啊！我又收桃果。跟老人家坐在这里，我跟你讲，又不舍得去店里面去守垫子去了，看他又烧我的，出来点喽。人家哪里呢？阿姨说辣椒都要打包回去了，大哥。不要提辣椒的。哦，良心辣的。我们经常吃的蚂蚱，蚂蚱的还香。蚂蚱，去玩一下雪去，孩子们，这个雪人在那里，看一下还有点雪给我这个大大孩子玩不？你们去不去？啊？去吧。啊！哎呦！过来过来，依林过来，再不打雪仗都没雪了。哎呦，不来。哎。哈哈。哎，别跑你！泽泽去哪里了？他可能去姑妈家了。嘿！哎，宇哥，跑我干嘛？啊！打不来。年的冬天，我陪你打雪仗了。嗨，学习太辛苦了。学习太辛苦了，今天要放松。爸爸，拍照。你打不过爸爸的，我也怕。哎呦，我们三个都打不过了。